我现在刚从那个旅店出来啊，这个是洗了个澡，收拾一下衣服，然后把柜什么都收拾下来了。这个旅店非常的好，而且它有这个锁头啊，可以锁你的东西，地理位置简直是 super 了，下回我还要订这个旅店。这个互动就是在这个布鲁塞尔这个大广场这个位置，这边这一圈金碧辉煌啊。我现在要站正中间旋转一圈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这一圈，我操，一圈有点晕了，再来一圈。它这个整个的周围这个楼啊都是金色的啊，我看起来有可能是镀金的，但是这个成本会非常的高。这些有一群小姑娘在这儿自拍，如果我是个老外我就跟他们自拍，但是很难，因为我是个亚洲人。这边的话中亚洲人还是非常多的啊，跟那个昨天去的布鲁日啊和今天去的根特就完全不一样。我现在觉得这些楼都大同小异啊，先喝点水要紧。